苏培盛，皇上，不去皇后那里。那皇上您是回九州清晏永膳？去华妃那里。哦，前边去清凉殿。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情不定，喜怒无常啊？哎呦，皇上，您是一国之君呐，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，这是应该的。<笑>朕有日子没去华妃那儿了。华妃娘娘已变得贤惠了，还要给朕看她的贤惠，朕就看看。皇上可有日子没来了？前朝事忙，自然有些疏忽，你要体谅。知大应，你也坐吧。 嫔妾能够伺候皇上和娘娘，嫔妾心里高兴，请娘娘允准。大家都是姐妹，你站着，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。既然她不交金，你便随她吧。朕记得，你一向喜欢描金的器具吗？这是哥哥送来的，说是淡雅质朴。嗯。 难得他不惜奢侈，哥哥常这样说，富贵来得不易，不能轻易挥霍。只是哥哥身处高位，又得皇上圣恩隆重，难免有人会妒忌陷害。华妃，前朝的事朕自有分寸。你在朕身边多年，应该知道哪些话能智慧，哪些不能。 是，皇上用完膳了，不如让知答应伺候皇上午睡吧。好啊，正好朕也乏了，去知答应屋里吧。是。